动力心脏，完美演绎。思贝在瞬息万变的都市中，秉持专注动力的崇尚理念，致力于优质钢套的研发生产，以服务、科技、品质三大方向为指引，实现传统服务与创新技术的相互促进，迅速发展成为国内龙头企业，产品占全国总量12%。思贝致力为世界创造最强劲的动力心脏。宁波思贝科技钢套有限公司始建于1998年，是国内专业生产摩托车气钢体、汽车钢套、割草机钢体、通机钢套的生产厂家。在过去的10多年里，思贝一路披荆斩棘，走过了曲折坎坷的创业道路，成为双合金中钢摩托车市场全国最大的龙头企业。公司位于宁波大谢开发区谢西工业园区，占地20000平方米，目前拥有500多名员工，公司固定资产近1亿元。从合金铁铸造、高精度铝合金压铸技术具有国内领先科技地位。目前思贝公司生产5大系列近100种规格品种，包括铃木系列、本田系列、雅马哈系列、 ATV 系列等各类钢套、气钢体。思贝气钢体采用新颖树脂砂铸造工艺和高强度 ADC12 铝合金压铸技术，以优质耐磨合金铸铁材料为基体的气钢体，其耐磨性高于一般硼铸铁气钢体，其耐磨性可达6000千米以上。思贝公司拥有自主气钢套铸造、加工生产线，配备安有自动喷淋系统的压铸机、3件塔式融化炉、16条柔性加工中心线、38台加工中心、2条普通线和2条 CZ 专机生产线。公司还引进3坐标测量中心、金相分析仪、圆柱镀仪、粗糙镀仪、光谱仪等精密分析仪器，科技含量国内领先。企业采用 5S 生产管理模式，着眼于安全、卫生、效率、品质、成本等方面，以营造良好的生产环境，并配套各类绩效考核，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，软硬件设施的同步提升，公司整体实力的上升，使产品的质量显著的提高。目前公司产品已通过了 ISO 9001:2000 和 TS16949:2009 体系认证。公司在多年生产经营实践中，注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创造力为本的企业精神和文化，聚员工之力，做社会之事，走科技之路，创管理之心，以事业留人、待遇留人、感情留人、文化留人的用人理念，建设了一支讲职业道德、讲执行能力、讲力求完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，
为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，公司设有图书室、乒乓球室、台球室、KTV 房，积极开展各项文化活动，拔河比赛、万米接力赛、登山、乒乓球赛、旅游、聚餐等，以此来增进同事们的感情。斯贝人秉持团结、开拓、创新、奉献的工作精神，一如既往地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。宁波斯贝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，深得配套单位和用户的信赖和好评，先后被评选为宁波市诚信企业和浙江省级诚信企业。2010年，先后被浙江省工商局认定为 AA 级首合同重信用单位、宁波市和谐企业、浙江省转型升级示范企业，并荣获宁波市知名商标和浙江省著名商标。目前，公司与本田、铃木、TVS、豪爵、大洋、金城、天马摩托、力帆集团等数十家企业达成合作关系。公司先后被供应商评为开发协助奖、质量进步奖、管理进步奖、十年优秀供应商等荣誉称号。时代的发展带领着宁波斯贝一同前进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宁波斯贝迅速发展壮大，目前已拥有通日机械、斯贝酒店、江门斯贝三个下属成员。昨天，斯贝与您一路同行，创事业；明天，斯贝与您携手并进，同发展，演绎长久动力，缔造美好未来。